这俩姜妹哈，拿点夹馍，不吃都看着香。哎，馍可好了，你看，搅和搅和的，哎呀妈，烫手。哎，馍一夹，这俩姜妹哈，拿点夹馍，不吃都看着香，哈，是那种香辣香辣那种。哎，你看这里还有芝麻、黄豆、花生，料还足的很。嗯，这也太美了。这种辣子啊，就那甜椒辣子拌面夹馍都特别美。辣子夹馍吃不给你弄个，这刚好还有个馍夹，我想尝。这辣子好吃，一点都不辣。美特特，这是那种川香那种。咱后面那辣酱咸的，这辣酱的好吃。嗯，也不咸那个，好吃。这我一顿。吃三个，这也不用吃饭了，这就好吃。